如果你喜欢射箭的话，我可以去练。如果你喜欢拍照，我也可以去学。但你能不能不要再跟别人约会了？公事，公事不行吗？还有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不要再叫我陆桂芳。喂，胡思凡，骗小孩呢？你该不会是跟踪我们一整天，晚上你想干什么呀？ 我还没问你呢，你不是说去上培训班吗？你怎么去跟一个男人去约会了？无证业，不思进取。我培训不培训，我跟谁培训，我跟谁去约会，那是我自己的事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有什么资格管我啊？我当然有资格了，因为。 什么？棉花糖里面没有棉花。啊？里面的劣质糖精太甜了，忒恶心。哼！哼！算了，玩了一天我也累了，我懒得跟你说。先别走，我话没说完呢。 如果你喜欢射箭的话，我可以去练。如果你喜欢拍照，我也可以去学。但你能不能不要再跟别人约会了？我陪你。 陆晋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是他，就是他，真的是他。这就是正红集团总裁陆晋先生。 陆总，请您指示，我们一定细心改正。不知道陆总这次微服私访是不是有什么投资计划？对啊，你有什么意见可以跟我说。陆总，陆总，陆总，你有什么吩咐尽管交代给我们。陆总，陆总，陆总，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说。陆总，陆总，都挺好。明天啊，我累了。陆总，陆总，陆总。 起床了，别睡了，该上班了。我给你买的早餐挂在门口，记得吃哦。拜拜。 程经理，陆总，刚回来，好巧啊，我们又在这儿见面了。你现在得每天自己买菜。找顾胜男？啊，对，他不在家。啊？他出去，一大早他。 被这个好大的包就跑了，一时半会儿应该是回不来了。不用等了，这个我帮你转交。哎，陆总，子谦哥，胜男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出远门了吗？出远门？嗯，没有啊，酒店调休我回来待了一天，谁说的？
年纪的人了，幼不幼稚？啊，我看错了，一大早我就看见一个身形特别像你的人从这边背了一个大包，然后这边。屁了，那是张大爷，张大爷也带这样。哼，这么吵你。我你先上去吧，我买醋去了啊。哦，你先上去，我也进去了。帮你们分啊，陆总。虽然您是我上司，但这里不是紫禁。你想说什么？盛楠和我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哼，那都是曾经。盛楠的未来只有我。你难道会一直住在盛楠隔壁？反正有我在。你没戏。你们俩这是看对眼了？没事，没事。你们不吃吗？马上吃，吃。来吃这个。哎哎，嘛呢？我们俩都看中了一块蛋糕。但是我还是喜欢你给我切的这一块。吃蛋糕都拿叉子吃。我在国外都是拿手吃的，得大口吃，大口。你噎得慌吗？